嗨，大家好，在为大家献唱这一首《寂寞沙洲》。寂寞沙洲，岁月挽留，过来我的别想唱了。赞。等一下哈、哦，注意听哈、哦，等一下，在车上有奖征答，答对的有奖品啊哈。我一起可以，我等下再等一下，我就刚刚两。现在把我们都告新鲜，现在把老板。你哪天来呢？你来这，哎，我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阿定啊，这一口吃都一口吃散的都剩回定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阿达跟你阿哥打，快快快！答案就在屏幕上看。只要咱公爹拢坐好啦，还是这个事，咱们来打打高雄关的这几辆，报单，报单，上台阶来上去的，当街，哦，当街，啊啊啊，当街要那凤凰那有够够开开业火了，咱这个所在是叫做十块块欧气的名叫啥名？李家屋，李家屋厂，都坐下，都坐下，哎，都坐下，都上台，来来来，我坐，我坐。林家好，来林家，我有听到。林家，林家，来林家，林家，林家，林家。二五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好。哎，你免惊，你较来坐，我去。我家无。哦哦。好，给我家无。来来来，无要讲，无要讲。我好，我。讲台语听不懂哦。我爸爸。啊，你得做麻烦了，我得讲台语啊。我爸爸。我去找你，找我，把我赶回去。我进来，我进来，我爸爸了。说国语啊，好说国语。国语的，各位看错了，也是看错了。好，所以讲每位所需要的在阿谢在市场。好，所以我底下都没有，只是你看到我穿这个，他会装态。辛苦的。20天左右，每天的流程都是比较快的，每一个多小时才进行一次。哇，天气难度啊，今天就今天嘞，今天嘞是上天气无好，这个你是比较常见。我们当地最好是热死人，啊，所以讲你个天气发展蛮好。会每年新鲜的它的赏味是什么时候是最好的？十倍以上是最好的。那是鸡脚，鸡脚的。冰起来放好久，或者放一年。可以变乌，可以氧化，可以什么嘞？你那边乌，你那边应该有几天红，边个来一个颜色，一个颜色。姜黄呢？差不多，就是讲 MBJ 这个颜色。你包的啦？对，包的。原本的鸡，规只拢乌色的，哎，规只拢乌色的。哎，一下个鸡紧张啊，穷回了。这个里面是什么？乌鱼子，乌鱼软，乌鱼软，这个等一下我会讲。好，阿叔讲，阿妹妹在讲，就讲是安怎，因为天然的东西，保鲜是免不了，啊，保鲜是免不了。你进来是任何进来拢产品，大多保鲜无差，你才是要买。好，这个感谢，这个安心。放的，啊，所以讲，那不料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来，因为这是自晒的过程里面，就是用的。好，咱的主题来讲，就是讲，你环境看到的颜色，拢无像这个有那个那个学生在讲讲，那个是氧气，它还有汇剂，汇剂就是咱的。野生的贵点哦，伊咧这鱼啊，你个厉害点哦，主要就是有鲜下的，所以伊的鱼会冲出来比较鱼来的，所以人讲讲，咱们十几个都爆，其实都靠得。
吼，迄是一个去去了咱个新成功个，就是去去了买卖上个，像我讲无去去了，就是讲去了就干嘛？对单个就是啊，听不懂。你们就不用拿那边的，我们有去找过一雄的学生，给家长个毛去了。好，没有要用那个自动翻译机。九长放屁啦！你讲啊，佫有一个月以上，还是两礼拜以上啦？就是这么讲啊。啊，你若随要吃，自贡的甘蔗随要吃，就放少少一点。啊，你若放两外口拢无变，好无甘蔗来，伊个讲话会变，伊个表面的真空袋你也看哦，硬就是表面会更爱变，这么讲讲话，一种讲话。咱若真买断的，安尼就无法度放啊过。免冻，放免冻。啊，放免冻拢无要紧，因为一年拢无要紧。你味来偏着，所以讲来给我吃，你闻会着，看会着，吃会着，买会着，我较感受会着，你看下会长会到来，会长会长，嘛会长有交代，今仔绝对袂使包，今仔，会长无伫遮啦吼。会长，你来。这个规则吼，你家己有讲，就打你家己讲啊。快讲规个，规个拢太难讲话做。你家己讲啊，你家己讲。老板，你敢包帅无？安全安全无到位，你讲帅无？讲两句。对啊。来，正确答案对啦哈。两个都不帅，就最后一啦，还有锤，都很帅的锤。林老板就要送大块的。林老板，林老板，副会长，副会长，副会长，大家回去再传几包出来。你水分的流失率，有哪家保安去？啊，乌的气要好吃，要平平迄个价值，就是你来做种杂食，有够赞。咱有时吼，咱外口的乌的气，你卖啥物啊，气就搁着食，咱家就搬袂起来。哎，迄个乌的气就是因为安尼较好卖，比较重，就减少工作天。比如我做十工，工作七工，所以水分，所以讲安尼起来口感，伊的正宗性就无遐好啦，无遐悬。啊，当然因为伊要卖较俗的，伊要大量的在竞争，所以伊就必须爱安尼。哦，这是一个生意上的一个取舍啦。啊，咱一般乌鱼子对，就是大家拢配对拢袂晓处理，会感觉乌鱼子无好食。伊会讲乌鱼子无好食，因为就是臭蛇搁咸。吼、哦，啊，咱乌鱼子对滴，做侪种处理方式。乌鱼子有火烤，有酒迄落酒煮。哦，咱啊，对，有人用鼎咧煎，用油咧煎哦，因为油咯，油的下迄落咧热度较悬的。你落去，比如讲油落去了，你煎时好煸一分钟、两分钟来就好啦，两分钟之内就好啦。因为锅子的时候，暗才熄啊，未才熄啊咧，迄就拢过过，就过迄个才了就变成熟熟，熟过后大。再来有没有拆模？这个模啊，有定无定，其实都有差。啊，我是讲建议无定。因为我咧火烤的时候，会当对伊的表面焦黄来看伊的成果，伊含量够大咧。比如讲，你若是拢家己咧咧学咧看的时候，看这种我来看，你甲含量超大，哦，是酒煮啦，你会较过是用这，这种用酒煮，比如咱用一杯茶，你来泡茶，茶杯啊烧酒，哦，放在鼎底，用啤酒嘛，啥你都卖过两口，啤酒甲水拢会在一杯。对，你若用在鼎底去烧过高，迄比你个用家己啊，迄比你高真重。你用一杯放在鼎底，鼎底伊个酒含水咧滚足紧，你伫咧滚的过程吼，甲煎甲用用甲后面，拢无鼎底无鼎底只，甲干煎，甲干煎把这个表面吼，迄个水分甲含甲煎落下下，安尼起来乌鱼是上完美，上完美作品的，啊。哎，后续怎么你点烧？好点。好，所以讲，难点的话有。水，哦，对，油煎还是水煮的就能叫，哦，卖起来滚腾的啦，别再煮腾啦，哦，再来讲用烤箱，你来烤箱哦，就是讲预热十分钟，啊，叫八百度，啊，其实几分钟就等于煎
我的旁边直接来无啥物焦香味嘛，无啥物口味。不要推，不要推！哎，你老爸在。
记得。境外大地，境外大地真正是台湾。
烦恼。拼了拼了，四十公斤而已了，拼了！
感谢大家的参与，相信大家都玩得很愉快吧，期待下学期亲子二日游，大家再一起出来 happy happy 哦。